被挡住了。好了，好，那你先拍照的朋友都有送一份小小的四方春联。票投15，民众做主。三民领养一号李嘉玲，拜托支持。感觉每个人跟阿伯拍照都非常的快乐。阿伯换衣服，来，来看前面，来看前面啊！大家都有一个福字的春联，上面有阿伯的漫画。
阿伯今天一整天坐着车子游街游了很久，很辛苦。来瑞丰夜市的人气非常的旺，每个年轻人看到阿伯都非常的兴奋。大概已经拍了快一个多小时了。一号李嘉玲其实跟学姐是一样的高度。红色的是四方春联，因为带的不多，不是很多，有时候还有红包。如果有需要旗帜的，可到李嘉玲竞选服务处来索取。九如一路455号。请问几点开始拍的？应该是七点整。好。七点十分左右开始拍，到现在有50分钟了。啊、哦，好多年轻人哦，每个都比阿伯高。他很高兴。希望大家努力，前人种树，希望成为台湾未来重要的力量。好，谢谢。啊，这对情侣好兴奋。每个人好像都有过节的气氛，大家都非常的快乐。希望台湾不再仇恨彼此，大家能够有一个温和中道的力量来支持的台湾。啊，大家好。好，谢谢。
因为大家 拍照的效率很好，所以速度非常快。全台湾最多跟人合照的大概只有阿飞了。阿飞非常有经验，都在指挥怎么站、怎么、什么姿势，大家站哪里。啊，谢谢谢谢，已经晒黑了。多亏阿伯的福，瘦了6公斤。啊，滴滴滴滴，还有啊，特别蹲下去，哇，好辛苦。在大甲妈的时候，看到阿伯帮小朋友签名，是整个高贵之下去签的。有时候太高的朋友一起合照的时候，阿伯会垫脚尖拍照。没有注意到吗？阿伯看到男士的话一定搭肩，但是女士的话，她那一只手就往后插腰。哦，小朋友他在指导。啊、哦，那小朋友好可爱。我们平常在街上拜票，有时候非常遭遇到冷漠的表情，但现在看到这些拍照的民众，心中的阴霾都一扫而空。
只要依正道而行，卖给归给拐，应该大家会走这个信念下去做。票投十五，民众做主。啊，年轻人很喜欢阿伯。装一辆太高了，只好牺牲装一辆了。摄影师还是会抓重点的。摄影一直在旁边做麦手，摄影一直在旁边做麦克风手，非常辛苦。啊，七点十分开始到现在已经一个小时。啊，小朋友，啊，老外，哇，好高，雨珍，雨珍大哥，雨珍在当麦手，雨珍在当麦手。刚刚瑞丰夜市的电子看板有播阿伯他们的广告。今天还有打了两盏的灯光，所以效果很好。旁边打了一盏照明灯，左右两方各打了一盏照明灯。啊，小朋友，谢谢。旁边很多民众在自拍。Thank you.
罗先生今天也陪着一整天的扫街，在可能先回去了。谢谢。哎，看这里，看这里。握手，握手。对啊，罗兄非常的帅，而且今天穿着也非常年轻，横条纹牛仔裤。罗先生非常的老实，心贵高一样。罗先生说他在彷徨无助的时候，柯P向他递了橄榄枝，他非常的感恩。这是没办法，人就是世界。在罗兄近半成立的时候，他在台上讲了一段话，可以搜寻我的影片。政治有时候不需要动员仇恨，有些事是非常的感动人心的。有希望更多民众党的空军们能够转为陆军，然后直接面对群众去宣扬党的理念，希望台湾中道温和的力量能够战胜仇恨。出来选总统。小朋友站前面，阿北的手批。家里又被挡到了。啊，拿着章鱼烧也来拍照了。
好，谢谢。啊，在汉神巨蛋看虾皮玩，也来对枫叶市逛一逛，遇到野山阿伯。啊，这个观众比较怕遮到家里，比较细心。谢谢谢谢。啊，小朋友好可爱。啊，狗狗狗狗。狗狗表情有点惊恐，左一右一，看看有没有排多长。队伍有比较短的，没有来的，后面的。对，他们下面的。你们看工作人员。还有还有还有。好的。不用不用，停。哎，对不起对不起。拍照的吗？辛苦了，加油，辛苦了。今天就在这枫叶市跟各位好朋友拍照。你们不会饿啊？对哦，谢谢。好，来了，长哥文哲阿伯来喽，大家都可以跟他拍照握手。后面排队大概十分钟就排到了，不用排很久。来啊，背的红包拍啊！啊，哦，嘉玲。哦，我们嘉玲跟阿伯的红也有红包袋出来了。喜欢红这种红包袋的，可以到嘉玲竞选办公室。去啊！
个一下子而已，大概十分钟就排到了。对啊，那很快啊，三秒。对，他们速度很快。好。啊，谢谢，你可以去拍啊，这个送给你。谢，不要紧，留着用了。不用。啊，谢。大家。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啊，今天哦，阿伯呢，而且这边刚好是走过来要逛夜市的人，第一眼看到，哎，阿伯呢，他就很惊讶。哎，他回我呀。我马路上啊。加油。哈哈哈。谁？柯文哲。真的假的？我拍照吧。柯文哲，真的假的？拍照请往后，拍照请往后面排队。你好，谢谢。哦，小心哦，小心。排队也是在对头前排，对。排队一下子大概十分钟就可以拍到了，后面排队，对，十分钟才可以拍到。哎，几辆你啊？几辆你啊？宇真真的非常专业，看到镜头马上笑脸一冷。大家晚安，大家好，兔子来了，柯P就在三名家上的转角口，与大家一起拍照，想要拍照的好朋友，还是绕一圈吗？对啊，把你当主角。柯P拍照的好朋友。就在三名家庄的门口，拍照在发光发热的大气球，我发气球马上就可以拍得到。跟刚刚的长度差不多。大家晚安，大家好，柯P来了，也跟柯P来了，柯P就在三名家庄的门口跟大家一起拍照，想要跟柯P拍照的朋友。你好，谢谢，谢谢你的饮料，一直请我们喝饮料。啊，这柯本有时候看到我们在路边拜票，一直帮我们清理一下啊，谢。朋友一起来，他买了好多饮料，你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们常常在街头晚上拜票的时候，他这饮料钱已经花了他很多的费用。想要跟柯子拍照的好朋友，就在三名家那边家走。阿柯那边拍照的，我们后面排队。好快哦，很多。
谢谢谢谢。好，谢谢阿瑞，跟我也来。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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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买一个？这个3900而已。对啊，还很好。来了，柯P来了，柯文哲本人来这边跟大家请安问好，很难得哦，今天柯P本人来到瑞丰夜市。我看到我们在街头拜票，给我们一些鼓励。陆军，我们每天在外面，已经练就一身功力。有时候一天，有时候有一两个呛跟我们呛虾的，但是呢，常常有七八个，更多的是加油。志工有时候围起来聊天的时候，互相讲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队，结果大家都是鼻涕眼泪直流，可能是互相被互相感动。阿佩也是因为志工，所以让他更加坚持。我们志工也是因为阿佩，更加的肩负他的使命，在街头上帮民众党做宣传发声。高雄人很热情，很直接，但往往不高兴的时候也是很直接。的确，大家都笑眯眯的，好像过年一样，这种气氛非常的棒。你看，每个人都带着笑脸。台湾本来就是应该如此，我们传达给民众的也是希望是如此，而不是仇恨、谩骂、愤怒，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个钱包，这里怎么有个钱包？是谁的钱包？里面有没有钱啊？好像空的。啊，这是空的钱包，可能人家之前掉了。好，五位前后蹲。啊，要蹲下来。Thank you.
感谢感谢嘉玲动算，感谢感谢。在高雄瑞丰夜市。大概一个半小时了。不会前后蹲，贴心人。今天游街其实已经在车站站了大概七八个小时，我们早上大概十点开始游街，到十二点半，然后两点半又开始游街，一直到六点多到香蕉码头结束。然后阿北又在 Smoking Joe 吃完晚餐之后到瑞丰夜市开始拍照。明天还有在高雄市还有一天的行程，有空的话可以查询官网，然后可以骑着摩托车陪着阿伯骑一段，展现我们白色的力量在南台湾的热情，希望大家能够走出来，柯粉不能再当作是龟粉了，不要一直跪在家里面，大家要走出来外面，骑个摩托车陪着阿伯游街也是很好的。啊，家里又被挡住了，呵呵，家里又不见了。谢谢。好，不要紧。啊，你辛苦了，你辛苦了，不用闪了。啊，如果要想要旗子的话，可以到。李嘉玲竞选总部在九如一路455号，我们那边有非常多的旗子，民众党的大旗子也有，有需要的人可以直接到我们进办，我们可以帮你带取。今天现场也在发那个小旗子。绿色的小旗子有两种，一种是台湾重开机，一种是台湾民众党。
实北风与太阳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台湾民众党代表是太阳，我们不以攻击别人为主，希望大家能够有中道温和的力量。其实柯粉入帐，我们常常遇到人家第一句话就是他的旁边都是年轻人，他们都觉得很惊讶，尤其在拜庙的时候，庙方常常会讲边上那都少年啊。我们有次到市场拜票的时候，我们很努力的拜票，结果一个欧巴桑跑过来跟我们讲说，你们的支持者素质都非常的高。我想我们大概都是物以类聚吧。哈哈哈哈，阿北把那个奶子拉过去啊，好大的力量。其实很多阿北的小动作你就可以了解他的为人。我们从旁观察，其实就是观察政治人物到底是真诚的呢，还是虚伪的。其实韩粉或许有些支持也是非常的不错，而是电视上有时候过于负面的描述，反倒是我们常常在外面拜票，常常受到的是另外一边的支持者来给我们呛香。其实台湾这方面意识形态是非常的重，大家都有自己的支持者。其实可以放轻松，选择自己所想要的选择的。磁贴，人员比较少了一点的。
机开一点。对，拿一个吗？太好笑了，真的。我想拍这个，谢谢。要看我这个红包袋哟。可以再重拍，他可能拍了好几张，你可以找一下。对对对对对。谢谢。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小妹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谢谢谢谢。他们刚刚没拍照吗？好笑。啊，又排场了。就是队伍都这样短短长长的，现在又往后面一点。人潮又比较少了一点。快点，不要！来，多多支持。可以去那边排队拍照，那个给你们一人一个。好，谢谢。哎，你这个气球很可爱哦。你从哪里回来的？马来西亚。我马来西亚，你几岁？还没长辈岁。十七岁啊。啊，刚好休假才回来帮忙的。休假放假年底的时候。啊，加油加油，谢谢谢谢谢谢。太年轻。你好你好，那年轻人在马来西亚读书，刚好回来。还没再签名。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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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拍照可以到后面去。好，谢谢。有笔，有笔，有笔。可以给我跟阿贝签名吗？我看看，我找找看。看到阿贝好开心。遇见偶像。来，遇见偶像。来，比比比比比比比。比比麦克比啊，要了。志工带黑色签字笔是必备的。詹淑平常带了一大笔的笔，然后大概每次出去大概就六七支就不见了，然后又去 Seven 买了六七支，结果呢晚上又不见了。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干脆把这个笔当成竞选小物好了，因为消耗量实在太严重。所以我跟他借笔的大概只有我有还，其他人都没还。Thank you.
票投十五，民众做主。票投一号李嘉玲，林雅三名一定赢。票投一号李嘉玲，三名林雅一定赢。票投一号李嘉莹，我们怎么选都赢。三名零啊，李嘉玲拜托支持，一号李嘉玲拜托支持，建东票车道十五号台湾民众党拜托你的支持，瓜分掉台湾民众党拜托你的支持，政党票请投十五号台湾民众党拜托您的支持。这是我们每天在街头上面喊的，喊多了大概有时候会咬到舌头。李嘉玲一定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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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一定赢，一定赢，一定赢。李克李克李嘉玲，票投一号李嘉玲一定赢，拜托支持一号李嘉玲。哇！哇！张其路院长的初体验，很辛苦嘞，嗡嗡嗡，很辛苦嘞。谢谢你啊！还有那个票投民众党的，院长已经在伸懒腰了。啊，辛苦辛苦。哇，好棒的相机！
台湾民众党拜托你支持政党票接到10号台湾民众党柯文哲台湾民众党拜托您的支持政党票请投15号台湾民众党有可能，有可能。队长已经站得有点弯腰了，脚在酸。哦，在哪腰？哇！我等下来访问院长有什么感想？现在是1:50，在10分钟大概就2小时。张院长，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我去访问一下。对，要拍照可以到后面呢、啊。哎，可以从后面那边排，很快哦。你好，请问一下愿意接受访问吗？好，请问一下那个民众党政党票是几号？哎，十五号。你会来投票吗？会投票。会。好，十五号民众党，拜托支持。其实有十九个政党，其实大家还不是那么清楚。十五号是民众党，十四号是民进党。你好，请问一下，愿意接受访问吗？谢谢。为了红包袋哦。大家还是比较内向。请问一下，愿意接受访问吗？就简单的访问。不动声音就好。请问一下，民众党的号码是几号？号码几号？这是有十九个政党，其实是民众党是十五个政党。你是哪？你们可以投政党票。对，你是哪里？台北。苗栗。苗栗对啊，政党票其实它不分区可以投十五号。没有交超过。他一整区两票制，一个是区域，一个是不分区。我觉得我们去逛夜市。啊，对，拜托支持台湾民众党十五号。哎。谢谢，那我们多一些不分区的进入立法院，为大家服务。谢谢，送你们红包，谢谢。我们跟阿伯拍照的，我们可以后面那边排队、哦。的确有很多人还不清楚号次，但是我相信他们在投的时候也会注意到要投台湾民众党。对，你是来公主的。他如果有投票的话，是会支持我们。可以的，你朋友切个亲吗？没有。接一下，你们都是支持台湾民众党的吗？大家都不好意思接受访问。有时候是常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同温层，可能知道十五是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常呼吁说更多的民众党员能够在空军转为陆军。我们常常在街头拜票，一直呼吁票投十五台湾做主，票投十五台湾民众党。毕竟民众有时候接受的资讯是不是同温层的资讯，甚至有些老人家根本连听都不知道柯P的政党是什么政党，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把柯文哲的台湾民众党这种说法在麦克风里面讲出来，让人家知道这是一个柯文哲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希望他们政党票能够支持台湾民众党。刚刚有一个妇人已经喊了两次，他是在喊说韩市长是不是叫柯市长来代班，那他也来喊了两次。
那其实民主社会人人表达自己的意见自由，只要不要过激就好。每天电视这样三餐的报道，有时候民众的情绪会被高涨，这并非台湾之福，只是政客们在用仇恨聚集选票最廉价的利器。其实有些过激的言论我们都可以尊重，在路上我们常遇到人家跟我们呛虾，那我们拿着麦也是说谢谢批评，谢谢批评，感谢指教，感谢指教。在三分钟大概两个小时整，电视台这样每天名嘴这样的洗脑方式，我觉得民众不这么想也很难，有时候也不能怪他们。你越多的同理心，大概你就越不会生气了。当志工有很多好处，就是第一个是减肥。在一个月可以减到3到4公斤。第二个好处是，你的脸皮会变厚，以往不敢上台讲话的，现在都敢。所以非常希望很多年轻人能够走出在电脑荧幕前，然后加入民众的行列，能够与人相处，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工作，也是非常的有趣。我们常说我们这个近办要成立一个可以拍一部纪录片的，叫做杂牌军打选战。一开始好像一个乌合之众，慢慢大家一直磨合，越来越顺，越来越合作，越来越团结。里面空的，打开空的，其他几个要丢了，里面东西被拿走了，要丢了。院长好像是苦笑。嗨，学弟哦，道明的学弟。哎，学弟好，学弟好，学弟好，道明好。
我们每天工作常遇在一起，的确有一家人的感觉。不管是南北各地的志工、粉丝，其实大家常因为阿伯而相聚，大家都互相认识自己，认识对方。以往或许有很多误会，现在见面也是互相微笑，互相加油。跟着包阿伯的旁边有很多的福报，在大甲妈前，我们公司大概休息了半年，然后陪着阿伯走完大甲妈，我们公司的工作一直满到现在还没做完。现在已经2小时02分，已经拍了2小时02分了。哎，阿伯脚，他是脚，单独一只脚。也有专业的摄影师，也有可能是记者。其实今天来这定点的时候，今天我们早上已经阿伯已经站在车上游街，大概已经游了好几个小时。明天还有一天在高雄市的游街活动。以选举的步骤来讲，现在是候选人整天游街的时刻。我看阿伯的精神还很好，可是张教授的精神就有点吃力了。阿伯还是很嗨。其实南台湾高雄人的热其实都非常的欢乐的，每个人脸都面带笑容，所以阿伯也受到感染了。而且今天刚好天气也不热，天气非常好。哈哈，看阿伯喝啤酒，不错的选择。
他都精力十足哎，好像那个精力变质。哎呀，浑身是劲，精力电池，永远百分百。大家都是笑眯眯的，可能带点惊喜吧。他们来逛瑞丰夜市，哎，刚好遇到野生阿伯，所以来拍个照也是非常的惊喜，而且拍照速度非常快，大概不用等十分钟就可以拍。其实队伍不长，但是一直就是维持这样。一边，选举真的非常的辛苦，而且以我们科粉志工在无意中既然能够变成台教，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奇幻，一直说这是一个奇幻之旅，莫名其妙我们既然帮台湾民众党扛台湾民众党的教士，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大家都没有经验。手机现在正在直播，没办法去查明天的行程。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查询。李嘉玲粉丝团，或者是高屏义勇军粉丝团，或是柯文哲粉丝后援会。柯本俱乐部后援会有许多的网络上面 FB 的社团都可以查询到，希望大家用心去搜寻一下就可以查询到明天的行程。阿北的 LINE 群组可能也有一些行程公布。阿伯因为是政治上少有的人，一个人为了台湾的政治改变台湾的政治，不像一般人政治人物，阿伯越选越穷。有时候就是因为阿伯他越选越穷，他这种精神，所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不帮他的话，那还有谁帮他呢？而且帮他的同时，也是为我们台湾年轻人留一个有游刃有余的未来，而不是一个负债的未来。台湾慢慢进入老年化的社会，年轻人的负担越来越重。如果现在不提早做规划，未来台湾在老年问题、老年的照顾问题
有非常严重的。临近的日本已经发生这种情形了，所谓的老后破产。最近有一本书叫《老后破产》，这是日本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买来看一看。两个小时又十一分，雨珍也在那里站了很久了，那个绿色主委办一直在那边。拜托大家票投十五号台湾民众党。三民林雅票投李嘉玲，三民林雅一定赢。票投一号李嘉玲，林雅三民一定赢。票投一号李嘉玲，我们努力就会赢。拜托支持三民林雅。一号李嘉玲，阿北看起来精神还是神采奕奕。白票姐，我们一定赢。好久不见。我等一下一定要访问张教授，看看他的感受怎么样。谢谢谢谢，明天来跟车队，谢谢谢谢。选举到最后，这最近都是在所谓的冲气势的时候，选举非常重要，那个势头在传统选举上，所以有输人不输丁，有时候有一些西瓜族的民众就是看你们的人气来投上他手中的那一票，这是我们不是很明了传统选举的一些mega。阿北很聪明，因为我们人少，而且我们的支持者是属于比较温和而不那么激情的，有时候我们的造势都要借势做事，让温和的群众很自然而然的
聚集。那拍照就是一种方式，拍合照就是一种方式。其实我现在已经看到那颗球就是我们的拍照终点，可是那颗球大概离我大概5公尺，但是就是这样，你看现在又往后加了，球又往后退了。其实瑞丰夜市越往越热闹，现在很多人一看到的时候，这里随时人潮不断，所以一有新的人过来看到阿伯就马上拍过去拍照，所以那个人潮一直不断。我本来也想把自己斗内的衣服请阿伯拍照，但看今天阿伯这个情况，我也不好意思让他签名了。阿伯真的辛苦了。阿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源，也没有有钱的爸爸。我们只能像台湾牛一样，较困难做诶，用努力来弥补我们的不足。张教授可能讲说，我上课都还有10分钟的休息，为什么这个2个小时的拍照是一直站着不停，没有休息的？封死封死，哎，封死封死，几个小时？对对，2个多小时了。哎，对对对，还有电，加油加油，直播了。OK OK， 好，谢谢谢谢。我觉得这个照明灯也蛮厉害的，它可以撑那么久。啊，现在。哦，柯文。又听到一个惊讶的叫声，柯文哲非常的惊讶，就跑去后面排队。柯文哲拍照哦，好多支持者哦。
直播。嗨，那个今天已经超一整天了，幸好今天有很多志工来支援，像我们林姐啊，还有那个文庆啊，那个屏东的运航，对，然后运航哥在那边，然后。今天真的是金马奖，还有我们台南的执行长冠冠，辛苦了，辛苦了，带了三个志工来，我上了一整天的课，然后因为我们的第一下课我就马上开车冲下了，结果到了之后没有看到他，我打电话他问他在干嘛，他跟我说他在吃饭。大家都辛苦了，一口水都不敢喝，我就马上飞奔下来，高冲还塞车，结果这位漂亮的阿姬他在那边说：“我在讲什么？你叫你等的啊！让你先 hold 住哦。”我跟你讲，新疆人高频一家亲，好，五步就是要互相支援啊。所以呢，台南有事我不会上去，高频有事他要下河下。对。然后大家都辛苦。那个冠冠说啊，他指着那个摊位说买这个啊，我带不带？我说你买你就带。然后那个钟哥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买一个，不然全部的都那个。然后他就多开启过滤功能，把那些话都没听到。是啊，然后买一个给我。有吗？不是只有阿哥不是只有乔伊要带？你这个还算可爱的、啊。对啊。你看我带那个迷路的哈。对啊。那还有点可笑。你说我本来就很可爱，只是没有人发现而已。啊。好，那我继续直播了。谢谢啊，辛苦了，辛苦了，大家辛苦了，辛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看到终点了，气球在那里了。拍照终点是那颗气球。奇怪，看到气球，可是都还不能结束了，因为人一直走过来。拍照的非常辛苦，还要保持那种歪的那个脚姿势，可能对脊椎的伤害也是有。可以借过吗？要拍照。这边拍。如果没有就结束了，如果没有。好，我们准备结束了哦。现在是2小时又25分钟。我要访问一下张教授。来，不好意思。张教授，请问一下，你还可以吧？还好，还可以。明天还会。我看你刚刚就很辛苦了。明天我们一定要可以。我们一定还可以。一定要换小将，一定要可以。你的出题，辛苦了，辛苦了。没关系，我明天还会来。辛苦了。小心车子哦。你怎么来的？没有车啊。不是，等下我们再去公司再回。我回。没有，他们要回汉堡。对啊。这车放在上面。我要找乔英呢，去跟他喝茶。
嘉伟嘉伟踩到我肩膀。好啊，好啊。对啥？累不累？我老板是说腿若快不能动。谢谢，那我们直播就到此结束。明天还有辛苦的一天，有空的朋友希望也可以来陪阿伯一起扫街。阿伯再见。好，直播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欣赏。